喝增肌粉不练可不可以？如果你从小到大都很瘦，怎么练都吃不胖，比起蛋白质你更需要足量的碳水，光靠饮食的话你很难吃下那么多，所以就推荐在三餐之外加餐这种高碳水增肌粉，每天两勺就相当于多吃了两碗大米饭。额外添加了五种益生菌，更方便营养的吸收。那有些兄弟太瘦了不想练，只想单纯的增重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个增肌粉当做早餐或者下午茶，一勺粉配250毫升水，液体的喝水，一样也不会影响其他三餐的食欲。这一桶将近3斤，现在正好有活动。